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古代世宠的嫔妃，他们的下场会是怎么样的吧。清穆宗孝哲一皇后统治十一年，两宫太后为同治皇帝进行选秀，慈安太后看中了端庄秀丽的阿鲁特氏，而慈禧太后看中了年轻俏丽的富察氏，最后同治皇帝选择了阿鲁特氏，正式被册封为皇后。同治十三年，她便死于天花病，相隔75天后，储秀宫传来噩耗，阿鲁特氏跟着同治皇帝归西。关于阿鲁特氏之死，坊间有很多说法，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阿鲁特氏因为失去了同治皇帝，倍感前途渺茫，最终选择了自杀，了结自己悲惨的一生。